疼着。你们那个小朋友下来，注意安全，下来下来，请下来，不要站上去哈，下来，下来，小朋友，注意安全。南瓜。南瓜藏到隐蔽的地方，中间是苹果，我看。不营业难道就没人养了吗？真听话，从小啊。把小孩抱上我一下哈，把小孩子。没事，没吃的那个是吧？小孩不要放到我一下哈。哎呦，坐下来肉团团。肉团团。我来抱他。中间是苹果片，但是边外面那个黄色不知道是什么，应该不是锅。它这个它的门子胡萝卜没有这么大。那个南瓜不脆吗？嗯，南瓜不脆，所以可挑食了，是不？下过我这儿可以。对，这边都有，一直沿路到那边。哥，你看见吗？我是豆豆。我这儿可以吧？保护点。我这儿可以。我把这个。看见了，有点不一样。对，它就是因为不一样。我就只能通过你手眼前那边。看哪个地方脏哪个地方花花，然后它会比别的小只一点。顶流，这是顶流，这谁看得到？哎，看不见你们，我在我安全。正脸，正脸，正脸，给他拍个。我觉得他的脸全被拍下来了。哎，这还有这个，这个也看到了。
看到了。哎，他们俩是相互的。我为什么不买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们都会上脸，好圆啊！我把手机甩进去喂了。